那我们接下来给下一期来这里的哥哥们留一个问题。好，一人一题啊。或者你们一起想一个。讨论一题健身的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能问到三个人。最有智慧的 Mr. Miles。哦，好的，好的，尼古拉斯先生和 DT 先生，我们一起来想，一起来想。问给他们的问题。这么难想狠一点说你觉得下一个会离开的人是谁你觉得你们三个之中谁会先离开对对对对、来的都是三个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哦抽到这一题真的这一题也太难了下次桶里面就剩一个卷子就这个只想听这个我就问这么大一张纸为啥你是写的这是你想签名是不是不是了你还签个名谁还敢签那一题我还真不敢签你写 DT DT 问的DT 问的好 OK 确认了留给下面的问题了很尖锐的一个问题等了两期了终于等到这样的一个好问题谢谢